魔侠为何还在相思一斗？摸摸少年羽翼剑锋，御手难敌。让那个家伙释放能力，清除摸摸侠。虚空漩涡，翻天覆地，恐难收场。无妨，就让一切归于混沌吧。什么东西难吃？呸！哎呀，渴死了！能量饮品还没到，海龟号送单太慢了，差评。那边有信号反应。我。啥也没有，好糟心呢、哦、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的个心肝脾肺肾呢？飞雪中心躺着个人，走近些去瞧瞧。这么大一个坑，不像是天然形成的呀。看痕迹，这坑成型不久，像被风卷过呢、哦、那得多大的风呀。好眼熟的样子，它是、海龟号的碎片怎么在这儿？糟糕，大人快走，我想起来了、怎么就跑了？能量饮料还没找到呢。谁在吵我睡觉？这人是御手金月、躺在这里睡大觉的御手金月，每次吞噬后就会熟睡、守护精灵摸摸侠能吃吗？吞天噬地、好强的吸力！会被吃掉的，你倒是早点说呀！又忘嚼了，不好吃。我的心肝脾肺肾呢？不要被消化了！冷静点，先抱住树。金韵的肚子怎么这么奇怪？金韵吃掉的东西都会转移到异次元空间，怎么出去谁也不知道了。要掉下去了！这是啥地方？好香！脆皮烤肠。外焦里嫩，火候正好。大人，你在这儿？你在吃什么呢？烤肠啊！哎，要不要也来点？这里的烤肠能吃吗？哇，传说中的烤肠树！什么烤肠树？这里到处都很古怪，乱吃东西可不安全。对，我有五行之胃，什么异物都能消化。摸摸之力可不是这么用的，毕竟有劲儿了才能出得去嘛。哟，那边的零食可没见过呢。丰收，大丰收，从头到脚都是满足感。搬巧克力，好久不见呐！大人，你是不是积食了？积什么食？就是战备储存。怎么塌了？这个维度产生了骤变，它在分解崩塌，要赶紧离开。我肚子卡住了，吃掉它，钻出来。好，不能再吃了，大人，变身。水，木，火。唤醒正义，守护家园，我是摸摸侠。还是这么轻盈。这衣服咋变紧了？哎呀喂，我
我试试以嬷嬷之力打破异次元壁，没准有生机。元素之力，烈焰！啊！哦，窗口打开了，快走！哎，哎呦，我的猪肚子！出来了！你怎么还没被消化？我才没那么容易被吃掉。哈哈，暴饮暴食可不好，快去减肥了。行，你先自己去减吧。要打架？聚宝算盘，金钱武装。完美啊！哈哈哈！你这头肚腩猪，这肚子比我大多了。不许说我胖！哎，对，哎呀，我打！我吹！聚宝算盘，金钱风暴！疼不疼啊？怎么无效？五花肉傍身，一点也不疼。哎，吃我嬷嬷拳！我闪！哎呦哎呦！小胖子，瞧你那胖样！别得意！哎呦！太慢了！嬷嬷翻滚！我可是个灵活的胖子。聚宝算盘，金钱旋风。这旋风好像自动削皮刀啊！我躲，再躲。聚宝算盘，四风聚顶。旋风包围过来了。聚合。呵呵，真是不堪一击！元素之力，烈焰！削成飞天土豆卷！还是要用漩涡之力清除你。虚空漩涡！财大气粗！不能再被吸走了！刃如腾雾，迅如烈火，骨如梦土，坚如真金，灵如流水。烈焰嬷嬷拳，这火漩涡居然无法熄灭，要变成猪了。聚宝散台，熔火碎拳，烈火破军。武装解体了！烈焰嬷嬷拳！金玉，脱离控制的感觉还好吗？虽然很饿，但感觉很舒适。打败混沌王后，我们一起去大吃一顿。御手金玉，回味啦！哇，大人，这肚子，看来得去健身房了。目标锁定，走去。能量饮料，还想喝饮料呢？看看你这肥宅模样，我也很绝望啊。快喝了手里的太子茶，它能调节身体，让你恢复原样。这么神啊啊！有效哎！
脂肪消失了，呼，轻装上阵，走喽！